真实品主要是讲十种真实。那通过这个十种真实啊，来帮助我们远离遍计、遍计执，证得圆成实。那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认识的获得，主要是要透过三性，也就是三性的观察。那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十种真实，已经介绍了八种，接下来要讲到第九种，叫差别真实。这个差别真实呢，就是要帮助我们从缘起的一切差别的现象中，从一切差别的现象中去认识真实，也就是认识实相，就是一切差别，一切差别现象的本质，最高的本质都是空性，都是实相。所以我们昨天呢也说到了这个解生密经讲到的，真实是变一切一味相，变一切一味相，也就是说真实实相它是变一切处的，也就是说一切法都隐含着空性实相。那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实相，认识空性，需要从一切法中去认识，要从一切法去认识。那关于这个差别真实这一部分里边呢，讲到七种真如，七种真如。为什么会讲七种真如呢？真如，它难道还有分为七种吗？有这样的，可以这样分吗？啊，真如，它是一个一体的。一味嘛，一切一味相，它是平等的，它是超越差别的，它是无差别的。
那这样的无差别的东西，可以分为七个吗？如果不能分为七个，为什么又讲七种真如呢？其实，讲到这个七种真如啊，并不是说真如有七种，并不是说真如有七种。而是透过七种现象去认识真如，就是七个方面。因为这个七个方面啊，在我们整个修学佛法中，它都非常具有代表性。那我们在这个七个方面，在修学佛法中，在对这个七个方面的认识和修行的过程中。我们需要去在这个认识和修行的当下，我们需要知道这七种现象它的最高的本质就是都是真理，就是真理。那事实上，如果从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说，那我们讲真如啊。我们要讲它有多少，就可以说多少。比如，我们可以说桌子，啊，我们可以说桌子真如。我们面对房子，我们可以说房子真如。电灯真如。这个树木真如，天空真如。其实这个道理，我们在前面啊讲到以三性观察一切法的时候。其实已经隐含着一个这样的一个道理，因为每一个法，它都隐含着圆成实性，它的最高的本质，都是圆成实性。所以每一个法，像七种真如，事实上呢，就是要帮助我们，同样还是要帮助我们，我们要用三性观察。一切法的差别，在如实观察一切法的差别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远离遍计所执，远离遍计所执，然后如实的认识法的这种缘起的差别之相，那最终呢？才能证得真如，最终才能证得真如，证得圆成实性。所以这个讲这个差别真实啊，它的意义主要是在这里。我们看看论文啊，差别真实列有七种，一。流转真实，二实相真实，三唯识真实，四安立真实，五邪行真实，六清净真实，七正行真实。这个，那我们讲到这个差别真实啊。差别真实，在这里呢，简单的把它归纳为七种。这个七种呢，在唯识的不同的论点里边啊，也会把它安立为七种真如、七种实相、七种真如。那么这个七种。我们要看看这个七种，这个七种真如、七种真实啊，它是依托什么来安立的？它是依托什么来安立的？第一种流转真实，流转指的就是有为法，
流转就是有为法的特征，有为法的特点就是千流变化，千流变化。流转真实就是透过千流变化的有为法，我们去认识它的真实，透过千流变化的有为法去认识诸法的真实相。那有为法，有为法其实就是指这个佛法把这个法分为两种，有为无为啊，一切法 有两种，一种就是有为法，一种就是无为法。那真如就是无为法，那么缘起的一切就是有为法。那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有为法的观察，如实的观察，就是不要陷入到边际所执里边。在如实的观察有为法的过程中，我们当下就能够体证到真实，体证到真实。当然这种观察不只是一个认识，而是要通过禅修。在禅修的过程中，我们获得这种观智，就是观照的智慧，般若智慧。当我们获得般若智慧，我们才能够有为法中的当下通达空性，体认到空性。二，实相真实。实相真实指的就是法的实相。法的实相是什么呢？就是真如，就是空性。它是需要远离我法二执，远离我法二执之后，需要通过般若智慧直接才能通达，才能体认的真实相。那么这个是实相真实。这个实相真实其实也就是圆成实性，也就是圆成实性。那圆成实性这是需要具有智慧，无漏的智慧，才能够直接的体证。三，唯识真实。唯识真实，也就是我们的这是以这个唯识的修学，从唯识相到唯识性。唯识性是什么呢？唯识性其实也还是真如。那这种唯识性呢，它需要透过我们对唯识相的正确的认识。所以学习唯识，事实上就是要首先要学习唯识相，学习八识，三性诸法它是如何依他起。对八性、八识、三性诸法的正确认识，在正确认识的过程中远离边际所执，然后通达圆成实性、唯识性。所以唯识性、唯识相、唯识性，我们看这个唯识三十论啊，它的总的结构就是由唯识相、唯识性，还有就是唯识位。位就是修行的次第，从唯识相，通过对唯识相的认识，然后就要证的唯识性。但是我们需要从唯识相证的唯识性，这个过程中呢，需要通过唯识位。唯识位主要就是有这个唯识讲的就是五位修行，就是资粮位、
加行位、见道位、修道位到究竟位。那见道位也就是通达唯识性，究竟位也就是究竟圆满的通达唯识性，究竟圆满的通达唯识性。所以三唯识真实，四安立真实，第四种是安立真实。这个安立真实呢，它主要内容指什么呢？主要指的就是苦地，四地里边的苦地，就是透过对苦地的观察和认识，体认到苦地的空性，这个是空，这个苦地的真如，通达空地，这个苦地的真如。所以安立真实是立足于对苦地的学习和认识。五邪行真如，这个邪行真如啊，它是立足于极地的认识，极地苦地是果，极地是因，这个生死轮回的苦果它是来自于什么呢？它是来自于就是祸和业，所以叫祸业苦。生死轮回就是三个要素，祸业苦，就是苦果。祸和业就是因，祸和业就是因，就是那么这个祸和业就是无明烦恼和业力，无明烦恼业力它的实质，它的最高的实质也是空性，也是真如。我们要证的真如也不是要离开烦恼，离开无明，另外去寻找一个真如，其实不是的。我们需要对这个无明烦恼进行观察、观照，智慧的观照，在用智慧观照无明烦恼的过程中，我们就能够当下解除无明烦恼。在解除无明烦恼的当下，同时也能够通达真如空性。所以这是邪行真实，就是从极地，通过极地建立的真如真实。那么通过极地建立的真如，事实上就是告诉我们需要通过在观察极地中体认真如。六清净真实，清净真实就是指灭地，它是依托灭地所证得的真实，依托灭地，依托灭地所证得的真实。这个灭地呢，就是涅槃。所谓涅槃，什么叫涅槃？涅槃就是熄灭，就是熄灭。我们内心的这种迷惑和烦恼都熄灭了之后，都熄灭了。熄灭了之后啊，那我们呢，我们的清净心就显现出来了。
清净的智慧就显现出来的。所以一，这个清净的智慧体认空性，证的涅槃，那么这就是清净真实。清净真实第七种是正行真实。正行，正行主要是立足于道地，立足于道地圣道八正道。那八正道，八正道它的实质也是真如实相。那么我们需要在修习八正道中，我们需要去体会这种空性，体会真如。那么这个呢，是对这个七种真实的名称，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。云何应知此七真实？一，三根本真实力。怎么知道这个七种真如真实？它是一三种三性建立呢，也就是七种真如跟三性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是什么样的关系？那么在这里呢，主要是把这个七种真如到底哪几种属于遍计所知的范畴，哪几种属于依他起的范畴，哪几种属于缘成识的范畴。其实这个是一种观察方法，还有一种观察方法呢，我们可以用三性去观察七种真实。那七种真实它其实也都隐含着三性，也都隐含着三性。那么我们现在这里要说的是，这个就是对这个七种真实它跟三性是一个的关系做一个说明。流转以安立，邪行一出二，实相为实境，正行一后一。这里边这个七种啊，就是包括流转，流转就是流转真实，以安立就是安立真实，邪行，就是邪行真实。然后实相为实境，就是实相真实，为实真实，清净真实，正行一后一，就是正行真实，一后一。就是这个七种真实里边啊，前面的三种流转、安立、邪行，这个三种啊，它主要是依遍计所知依他起，实相为实清净正行这个四种真实啊，它是依后边的一种，就是以缘成识建立的。我们看这个后边这个禅行对七种真实的解释。论曰：流转等气随其所应，设在根本三种真实，为彼流转安立邪行以根本中遍计所知及依他起，实相为实清净正行依根本中缘成实力。就是这个流转等七种真实啊，跟三性的关系啊，就是他这个就是也是设在根本三真实中，他也没有离开，就是七种真实他也没有离开，就是三性。那么其中呢，未比流转安立邪行，就是流转真实、安立真实、邪行真实，它是依根本中遍计所知及依他起，以根本真实里面的遍计所知和依他起，实相为实清净正行以根本中缘成实力。实相真实、为实真实、清净真实、正行真实，它主要是依托缘成实，它都是属于这个缘成实的缘成实的范畴。那这个是九种真实啊，
这个前面已经讲了九种真实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讲到第十种真实，叫做善巧，善巧真实。这个善巧真实啊，在这个十种真实里边啊，它的分量是最大的，分量最大。因为在这个十种这个善巧真实里边啊，他又讲到十种善巧，又讲到十种善巧。这个十种善巧呢，主要是指，这个应善巧、无应的善巧、十八戒的善巧、十二因缘的善巧、对十二缘起的善巧、四谛的善巧、二十二根的善巧、处非处的善巧、对三乘的善巧、三世的善巧，还有对有为无为法，有为无为法的这个认识上的善巧。为什么在这里又会讲到十种善巧啊？为什么会讲到十种善巧？讲这个十种善巧呢，主要是为了破除我们的这个世间上的凡夫和外道所产生的十种我见，产生的十种我见。那这个十种我见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实世间的凡夫，以及当时印度的其他宗教外道，也包括我们现在的西方的宗教，像这个天主教啊、基督教啊、伊斯兰教啊，这些宗教啊，他们呢都存在这样的十种我见，就是这个他们都会产生不同的我见。那么这些我见呢，在这个辩证辩论里边啊，大概把它归纳为有十种。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十种我见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十种我见？产生这样的十种我见呢，这个当然这个十种我见啊的产生啊，主要还是因为对这个缘起的生命啊，对这个缘起的生命，对这个缘起的世界不能够正确认识，对这个生命、对这个世界的缘起不能正确认识，对我们的这个生命无印的这个生命体不能够正确认识，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十种我见。那如何才能破除这个十种我见呢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破除十种我见？那本论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通过对就是这个善巧真实，就是对十种法的通达，也就是我们需要对五蕴、十八界、十二处、十二缘起、四谛、二十二根、处非处、三乘三世、有为无为，这个十种法的善巧。什么叫善巧？善巧，善其实就是通达，通达认识熟悉，巧就是非常的熟悉，你对这个十种法，你能够如实的通达，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破除十种我见。那这个十种善巧呢，什么样的善巧能够破除什么样的我见？它是有对应的关系，
比如说，这个对无印的善巧，如果你善巧无印，对无印的善巧，你就能够破除这种执一性。那么对于18界的善巧，你就能够破除这种执着有一个低因，因性，就是说每一个法的善巧，它都能够破除某一种这个我见我知，大概是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善巧真实的时候，我们先要帮助大家去了解为什么要讲这个善巧真实。我们讲就像这个十种善巧真实，它就是属于什么呢？它就属于要。那众生的种种我见呢，它就属于病。但这个病呢，这个病有很，这个表现方式有很多。产生的原因也很多，那不同的病，我们众生有很多病啊，不同的病需要有不同的药，那十种善巧事实上就是代表着不同的药，它要对治的是我们众生的不同的病，当然在这里主要针对的就是有关于我执的种种，种种病状。我执的种种病状，那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善巧的十种善巧它的作用和意义。那我们看这个论文，善巧真实，谓为对治十我见故，说有十种，迎合于应等起十我见呀。这个善巧真实啊，这个善巧真实就是为了对治十种。使我见，主要是要为了对住使我见，所以说十种。那迎合一应等起十种我见，这个有情啊，他怎么在这个无应啊，对这个世界的不能正确认识啊，对生命的不能正确认识，对世界不能正确认识，会产生。十种我见呢？那么下面颂曰：一应等我见，执一因少者、作者、自在转、真善意即常杂染清净一光复解者性。这个在这个无印等就是不能正确认识，会产生十种我见，十种我见。那这个十种我见呢？那到底哪十种我见呢？那么我们这个常含这里面就在首先在偈颂上，就是执一，就是执一，一性。第一种是，执因性，执。少者就是少者性，作者就是作者性，自在转就是指自在转性，真善意就是指真善意性，即常就是指常性，杂染清净一就是指杂染清净一意，观复解者性就是指观复解者性。那下面常含对这个十种我见的名称。先要做一个解释。那么，至于这个十种善巧到底怎么来破除十种我见，我们在下面啊，会一项一项的进行解释，一项一项进行解释。现在这里呢，主要是先把提纲列出来。论曰：一应等十法起十种我见，一应等十法起十种我见，就。对无印不能够正确认识，会产生十种我见。那就是对无印等十法不能正确认识，所以会起十种我见。一执一性，
二执阴性，三执少者性，四执作者性，五执自在转性，六执真善异性，七执常性，八执染净所依性，九执观行者性，十执复结者性，微除此见，修十善巧。就是这个十种我见，第一种就是执一，就是执着这个一，就是一个这个生命啊，它是一个独一，独立的，它的是一个一体的存在，就是有一个我吧，这个我呢，就是它是一个不依赖条件的，它是独立的，不依赖条件的这样的一个不依赖因缘的这样的一个存在。执阴性，这个阴呢，就是第一阴啊，就是执着这个，就是执着第一阴，有个第一阴的存在。执少者性，就是执着有一个，就是恒常不变的少者，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少者。执作者性，就是执着有一个我，执着有个我作为作者，就像前面执着有个我作为少者，或者执着有个我作为第一因。执自在者性，就是执着有个我，有个大我，自在，就是像印度人所主张的那种大自在天，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有个万能的上帝。执真善异性，就真善异，就是有一种外在的真善的力量，它可以任意的这个决定你的命运。执常性，就是执着有个恒常的，就是自我有一个恒常的实体。执染净所依性，那么执着有一个我们的染和净的身体，都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，作为染净法升起的所依。执观行者性，同样也是执着有个我作为观行者。执复结者性，同样也是执着有一个我，一个恒常不变的我，他在轮回和解脱。那么这个十种呢，就是我见的这个执着，有这样的十种我见的差别，未除此见，修除十善巧。而我们要去除这个见，就要修十种善巧。迎合十种善巧真实，以三根本真实建立，以应等时无不设在三种根本真实，三种根本自性中故。如何设在三自性中？这个十种善巧真实，那么这里就进一步的这个说明，就是说这个十种善巧跟三性到底是什么关系，十种善巧跟三性到底是什么关系。这个是因为我们需要通过三性来观察认识，用三性来观察和认识十种善巧。那么三性如何的来观察认识十种善巧，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学习和认识这个十种，这个应五应等十种法的过程中，我们在学习在认识五应等十种法的过程中，它也隐含着三性。也就是这个五应等十种法，当我们在认识和学习的过程中，它有可能就会在遍计所知的状态，因为我们凡夫是带着遍计所知的
这个眼镜，这个模式，在学习，在认识世界。那我们在学习无印等十种法的过程中，那么一定也会进入到这个遍计所知的状态。然后呢，什么是无印等十种法的依他起的状态？我们现在讲这个要对无印等十种法的善巧，这个善巧事实上也就是要帮助我们对无印等十种法的如实通达，如实通达它的依他起相。当我们如实的通达无印等十种法，我们才能够避免在这个无印等十种法的上面产生我执法执，产生十种我见，产生我执法执。当我们能够做到在这个无印等十种法中不起我见我执法执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在观察无印等十种法的过程中通达圆成实性，通达空性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要认识三性和十种善巧的关系，我们要学会用三性来观察无印等十种法，以印等时无不设在三种根本真实自性中故。因为这个无印等十种法无不设在三种根本自性中，它也没有我们对无印等十种法的认识，那么这个十种法呢，它是没有离开三自性。那么下面在这里呢，主要是举这个无印中的色印，举这个无印中的色印为例子来说明。宋曰：此所执分别法性亦在彼。就是此所执分别法性亦在彼，这个句诵，这个句诵这个指出了这个三性和色应的关系。此所执就是遍计所执，分别就是依他起的色应，法性亦在彼，就是圆成实的，从圆成实神面所认识的色应。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禅行啊，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具体的解释。论曰：此应等时各有三意，且色应中有三意者，就是无应等十法各有三意，就是无应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四谛，个个都包含这三性。当然这个包含三性不是说这个无印的本身，单纯的无印的本身它会包含这三性，其实不是的。如果我们讲单纯的讲无印，撇开我们的认识，包含不包含三性啊？其实是不包含三性的。如果我们的认识没有介入的时候，任何一个现象的存在它只有两性，也只有两性，一个是依他起性，一个是圆成实性。那么我们现在讲每一个法里边隐含着三性，事实上呢，这个要说的是我们所认识的法，其实已经加入我们的认识的，呈现在我们认识上的一切法，没有离开我们认识的法。当我们在认识这些法的时候，我们介入认识的之后，才有遍计所知性。如果没有介入认识，其实是没有遍计所知性的。因为遍计所知性在事实上有没有啊？在事实上是
没有了。这个遍计所知性呢，是我们在认识的时候把它加上去的，是我们在认识的时候把它加上去的。所以就是我们要搞清楚。那现在呢，就是讲这个色应，我们认识的色应，它包含着三性。一，所执意色，为色之遍计所执性。二，分别意色，为色之依他起性，此中分别以为色故。三，法性意色，为色之缘成实性。就是这个色应啊，我们用三性来观察色应，就是有遍计所执意义上的色应，有依他起意义上的色应，和缘成实意义上的色应。那所执意色呢，就是色之遍计所执性，就是我们遍计所执意义上的这个色应。这个色应它是情有理无，在我们的认识上是有的，其实是没有的。分别异色，为色之依他起性。分别异色指的是依他起。依他起为什么叫分别异色呢？像唯识三十论里边讲到依他起性啊，依他起啊，是分别缘所生，分别依他起，依他起的一些现象啊，它是立足于八识，它的特质是什么？八识它的特质是分别，分别是八识的特质。然后以此这个八识，当它产生现行的时候，就会呈现出见分和相分。所以依他起就是八识的种子，一代因缘，然后显现，然后显现了之后呈现出八识三性诸法。那八识三性诸法呢，它的实质是立足于识分别。所以分别意识呢，是指的色心诸法的依他起，不对，是依他起，就是依他起意义上的色。法性意识为色之缘成实，法性意识指色应的缘成实，色应的缘成实，也就是色的它的最高的本质空性，缘成实性。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个色应的时候，有遍计所执层面的色，有依他起层面的色，也有缘成实层面的色。那我们一般呢，都是活在遍计所执层面的色里边。那我们现在通过学习，事实上我们就是要去了解依他起层面的色，然后通过智慧对依他起层面的色的观察，最后啊就能够通达缘成实。如色应中有此三义，受等四应，戒等九法，各有三义，随应当之。如是应等由三义别，无不摄入彼三性中，是故当知，实善巧真实，皆以根本三真实立。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摄应啊，可以用三性观察。我们认识的色应包含着三性。那么同样的呢，受等四应就是受想行识，每一个应我们都可以用三性观察。那除了五应之外，还有戒等九法，
就是十八界、十二处、十二缘起、四谛、三尘、触非处等等，每一个法都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每一个法，它都隐含着三性。那么我们通过对它的如实的观察，事实上就是要帮助我们远离遍计，遍计直通达圆成实。如是又应等由三义别，无不摄入彼三性中。是故当知，十善巧真实，皆依根本三智三真实力。这个应，就是摄应、烧应、想应、想行识，有三义别，就是有。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观察和分析，也就是我们了解到一切法，我们所认识的一切法都可以用三性观察。那这个前面呢，它只是举的一个就是一个例子，以这个摄应为例来说明如何以三性观察这个一切法。那下面呢，将会对这个十种善巧的内容一一的说明。我们休息一下。